大家好，我们是重新录一段。我是 Lisa，我是 Kelly。 我是发，打起精神来，好不配合哦。刚才没有精神的不是我吧？对我们现在我很有精神。我们要来讲八尺门掐大腿，不用不用这么大声。八尺门，八尺门，对辩护人，辩护人，就最近 Netflix 的那个新的台剧。我们前两天其实就有稍微讲，我昨天看完了，它是八集，对不对？八集，我昨天也看完，我昨天一点五速看完，看到两看到半夜两点。我大概最后也是用一点五倍速，我觉得其实 Netflix 有这个功能，我很喜欢。关键的时刻我有调回。 對對對有一些。我只看到第三还第四集哎、啊欸，那我们先说我们这一集，<laughs> 因为我有可能会克制不了自己爆雷，爆雷所以如果假设你不想要听到爆雷的话，你就先去看完再回来听。哈哈哈要看。 考虑你，或者是我可能就是定个时间轴，我会放在资讯栏。说你可能听到，说你是我们现场有位人，一位同胞，不是同同，一位同仁也没有看到。你中国人吗？我没关系啊，你们报了也没关系，因为我大概知道剧情的走向。真的吗？那你知？那你觉得你现在看到第几集？三或四？对我忘记了。那你的预想之中，你是觉得最后那个主角就是那个死刑犯，他会死还是不会死？我觉得他会死，剧情里面的对，因为他在之前就讲说他是有点，之前就有说。 他说他是参考那个、啊、汤医生事件，嗯、所以大概会知道预想的结果是什么。我看下《钢铁、啊、人也是、啊》也。反正这部片在讲那个基隆的国兵 <laughs> 国,國海滨国宅，啊、对，他那边以前是原住民的聚落，啊、叫,、啊、叫就在八尺门，嗯、然后那个地方算是在剧中他是安置。 当地的真实故事也是这样子吗？我说那个，但是，我有被翻译成吓到。翻译成他的主语讲得很好哎。对他们里面好多，还有棒棒棒棒糖那个谁？Terry，Terry，Terry，Terry 是另外一个人，是新加坡人。没有，Terry 是那个啥，还小孩不笨的。对啊，是新加坡人啊。我知道那个那个翻译的女生，就是她好像。是台湾人。对，她是台湾人，她是普里人，她是新著名吗？不是，就那个 Lina，Lina，对对对，她就是台湾人，她也不是二代哦，她不是，她就是。 哦，他所以他演的很好哎、欸，我完全被他说服会继、嗯、续看下去，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演员的表现真的很好，我觉得很厉害，就是口条很好。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大部分都是用主语或是台语表现的原因，嗯、就是通常我看台剧我都会因为呃他们讲话语然后就是母语障碍之类的母语尴尬症，因为他们用有时候台剧会用太多你现实生活中并不会这么讲话的语气来写剧本。阿史<對>门里面还是有一个尴尬的角色、啊、就是那对小情侣啊，女友,那女友真的是真麻烦你离开哦。 好不好？<laughs> <laughs> 那个替代义嘛，嗯品啊、他品，他的竞平的女友，他们两个好尴尬哦。<對>我看到他们，我也会快。我们要交代一下八尺门变八拜拜。八尺门的剧情啊，剧情嗯嗯，你讲你讲你讲。好，八尺门剧情是八尺门是一个地地名，嗯、然后那个时候是他们有发生了一个一起命案，是一个印尼籍的。 愚公，愚是渔业的渔，一年级的愚公去杀害了一那个船长一家人，嗯、然后后来这个案件愚公被判了<刑>被判了死刑，嗯、后来这个这部剧的主角就是他里面叫呃他里面叫董宝驹，董宝驹他就是担任公社辩护人来帮这个死刑犯就是争取他。 就是比如说一些重审的那时候的一些争议，该、嗯、怎么判就怎么判的。哎，对，里面我记得好像有讲到这句话，<laughs> 一直讲这句话。嗯，然后我觉得这部片很厉害是，是他<就>因为以往我们会用汉人去对原住民，或者是,是台湾人去对义工，他这部片是把原住民跟台湾的外籍义工放在一起。 因为这两个都是我们觉得他们是弱势的族群嗯，嗯，对它里面呈现出一种弱弱相残的局面、啊、哦。嗯、因为他也是讲到很多议题，嗯、就是第一个是移工问题，然后再来是原住民弱势族群的问题，嗯、然后还有一个是 face，、嗯、然后 face 的这个戏份大部分都是透过公社辩护人跟那个那个替代役，还有法法务部长、哦，<laughs> 就是透过他们的。 的一些剧情的进展来来交代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这整部片有一个贯穿一个司法的问题是，嗯嗯司法虽然有独立性，虽然他们都知道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嗯、虽然检察官跟辩护人常常是对立状态，可他们其实都知道我们是要找出事情的真相，让每个判决可以有最好的结果。嗯、可是他们也都很明确的知道，社会对于司法的误解跟舆论会影响你如何看待这个案件。它、嗯嗯哦、里面有讲到，就是说他有提到一个数据，嗯、通报局讲的，嗯、他说什么台。湾。 湾有奇葩的人不相信司法，有奇葩的人就是觉得呃，穷人比有钱人更容易保护有钱人，对对对，但是却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人不支持 face，、啊、对不支持 face 是支持死刑，嗯、对，對啊、就变成民意跟。 就是一个形成一个很荒很荒唐的谬论，就你明明不相信司法，可是你却放任司法去杀人，对，去杀人。就是有听众有来来信那个，没有来信，他就写在 Apple Podcast 的评论上面，他就说我很喜欢你们的一些观点跟理念，但是 face 这件事我真的是不同意。什么？他就说什么叫做呃不判他死刑不等于原谅他这句话他就已经没有办法理解，以及他就说那嗯有考虑过家属的感受吗什么的？我有一个朋友。 他他是我高中同学，然后他某一天跟他男友从士林，他男友去接他下班，然后从士林骑车回家的路上，这、嗯、才刚下班，然后才在文林路转弯吧，然后就被一个酒驾人撞死，嗯、然后那朋友是当场死掉，嗯，然后至今都希望，我至今都希望那个肇事者去死，就是我、嗯、我内心是希望你你真的去死，就是支持 face 的人，对，但是可能不支持制度杀人，因为我,我觉得讲到 face 这这个事情本来就是。 这个议题本来就是感性高于理性，很多人会讲到 face 就感情用事，嗯、我觉得这也难免愤心心中会愤恨不平是正常的。那大家有基本的正义感也都是正常的。而且我们对每个案件的想，<以>嗯、我记得我某一集有讲到，就我们对某个案件，像像八尺门这个案件，我们当知道他的故事，知道他的来龙去脉之后，我们会对这个人有同情心，嗯，这个就人性嘛。对啊、你会对他有同情心，你会想要知道他在什么情况做这件事情，你会想要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做。那 他真的需要去死吗？就是就是，不是说杀人偿命什么不重要，而是我们见我们就会对每个案件有不同的想法。像那个时候郑杰呃 <coughs> 要被处死的时候，也是有很多人就说。<coughs> 呃，也没有很多人啊，但是就有一些人就说，可是其实我们还来不及研究他，我们还没来得及研究他，对、啊，怎么了？等一下，我想要郑姐，我就好难过。<對>我不、嗯、好，我先讲，我不是同，我不是同情，我,同情我们都不,同不是同情郑姐，但是因为郑姐的事情是，郑姐、嗯、是我某一任前男友的高中同学，啊嗯、然后他那时候跟我讲的时候，我心里就是吓一大跳，就是。 呃，我下的点是觉得他离我好近，对、嗯。然后他说，那他高中的时候也不觉得他特别就是奇怪什么的，对对对对对。嗯、然后他就是当然犯下那个无法原谅的错误，嗯、当然是当然是不好的，嗯、对。而匆匆执行这个郑杰的死刑嘛，嗯、然后我就觉得，嗯，郑杰，呃，郑杰都啊，不要讲郑杰好了，就是这种事情。 然后，你说全世界去死<正>那种感觉之类的，都会都会有负面的念头。我记得发案前有，哎、嗯，犯案后他有说过，他就是想要被判死刑。对我就觉得郑杰都有可能会是，嗯，你身边的人，你身边的人，你的高中同学，或是甚至你的朋友。嗯、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在呃、嗯，这所有事情确呃、嗯、被被被定论之前，可以多一点时间，多一点温柔去。 去，哎，我不知道怎么讲、欸。郑杰，我那时候不爽了，不是说，因为因为我觉得郑杰这个案子，<laughs> 他百分之百就会被判死刑，嗯，因为他就是 Kitty 需要卫生纸吗，<laughs> 因为我好沉重，<laughs> 因为他就是在结缘上随机伤害了很多人，<laughs> 然后造造成很多人死掉，嗯、所以郑杰被判死，我不觉得意外，我觉得意外是我们还没有完全清楚的调调查很多。 为什么他的动机是？为什么他会跨越那条线？对对对，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想说，就是像刚才丽莎讲，我会想要死全世界都去死的这个负面念头。因为我们今天把一个，嗯、但正常人都不会真的去做。我们把杀人，呃，我们把杀人犯罪者判死刑很简单，嗯、可是法律更重要的意义是我们要去理解这个案件的原因，所以我们在相关部门、相关单位可以在后续去做补救。例如，如果这个人发生什么问题，是社会的问题，嗯、我们可以去在社会面去做解决。 <对>我记得日本以前有一个随机杀人犯杀人事件，哎，我忘记是秋叶原还是哪一件，反正就是他也是随机杀人。嗯、其中一个死者还是伤者的家属，在得知凶手被判死刑之后，他他只提出一个要求是，是因为他知道那个凶手有写日记的习惯，嗯，他希望那个凶手可以继续写日记，写到他真的被枪决的那一天为止。嗯、他说这个会是你唯一可以。哎，这个好像是上是用掉的。 哎，我不知道，反正那个家属就说，欸、他希望这个凶险可以继续写日记，保持这个习惯。嗯、他说，这是你唯一可以对我们做的补偿，嗯、因为唯有你把你的心中的话写出来，嗯、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你发生这个事情，啊、你会做这个事情。对，大家还记得王宛吗？是小灯泡的妈妈。啊、妈妈嗯，哎、嗯，他的立场不是一直都是说我不是反对死刑，我是想要知道他为什么,么对王婉仪在小小小灯泡事件刚出来的时候就蛮强硬的出来说我。 想要理解为什么他会做这个事情，嗯、我想要厘清这些事情。嗯、结果社会大众还因为他不是一个典型的受害人的样子，就是可能说我要他去死什么之类的，嗯、然后。 一直牵着说他，说他很残忍，因为王伟第一次可能不够爱小孩之类的。因为他第一时间出来不是哭哭啼啼，家我我不是说哭哭啼啼家属不好，而是王伟刚出来的时候，他不是典型受害者样子，他就是很强硬的说：“我想要我的小孩走了，我想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嗯，然后社会就马上一面倒说：“你这什么妈妈？你应该你应该要呼吁他要被判死吧，什么什么的。”嗯，所以就觉得说，而且因为心中的正义感而觉得现在我立刻要他死，因为你无处宣泄自己的愤怒。 上、嗯、可能你对很多人对司法不信任，嗯、所以他也不相信这个人在。嗯呃、他觉得会對会透过什么精神鉴定，假装自己是精神病，或者逃过一些什么刑责。我记得之前挪威有一个很严重的那个随机杀人，他登上一个小岛，把上面参加夏令营的学生几乎都杀光了。嗯嗯。然后后来这个人没有被判死，挪威是不是没有死刑啊？哎、欸，我不知道有没有，但这个人没有被判死。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忘记是总理还是谁。 他说：“我们单纯只是想要展现出我们跟他在价值观上有根本的差异，就是我们不觉得杀人可以解决事情。嗯、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后面还有一层，就是我们对于精神卫生的事情，其实关注真的还不够，嗯、造成很多人都其实他在社会的边缘，或者他没有被社会的安全网接住。就像他,他也接不住自己的情绪、嗯。就像刚刚讲的，说很多人都会觉得，呃、嗯，到时候进了司法程序，你们一定会因为精就是假装自己是精神病，会逃过一些判决。” 精神鉴定很难可，可是我就其我其实想说的是，就是假设他不是假装的呢，因为很多其实、嗯、很多随机杀人犯是真的有视觉失调整。我觉得假设片对精神会有这个，对，假设他们真的是有精神。 疾病的话，你难道不觉得让他活着他会更痛苦吗？嗯，或者、嗯、就是，而且这个鉴定其实很难，是说他要其实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以及要有好几位专家去一起鉴定他的精神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忧郁症的人最后还是被抓去当兵，因为他没有过精神鉴定那一块，哦、因为诊断就是觉得你没有严重到。 你不能当兵，因为像呃，我记得是轻中度还是反正就是身心疾病的那个手册啊 <coughs>。嗯，其实你是要一直去，如果你是精神疾病的话，嗯、我只了解这部分啊。然后就是你可能要一直重复的去鉴定，你才有办法一直领着那个手册，然后领一些哦，你要定期回去的，對,对对对，嗯、哦，所以就会变成说，哦，你可能还是要。可是很多人，我们刚刚讲到像社会安全网这块，然后就很多人觉得、嗯、啊，不是啊，你可以做啊，那他还是要判死啊。哦，他觉得要同时。对，所以我们没有觉得这两件事不 同时做，我至今觉得现阶段的台湾，因为我们现阶段就是有死刑啊！你你喊反废死有什么屁？就你喊你喊我不支持死刑有什么屁用？哎，你你你喊不是你现阶段你喊我反废死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一句一件事，因为现阶段就是我们有死刑。对，而且而且我跟发发一样，我也是支持终局废死，我没有觉得一定要现在废。但终局的确还没有到，就是我们还没有到那个，我觉得司法。 司法跟我们社会安全网还没有成熟到适合这样做，以及社会也不这么这么想。然后最近是是那个卫福部还是呃政府有个政策，那这样算在补社会安全网吗？什么意思？就是,我覺得算是哪一个东西、呃？就是因为我那天看到蔡英文的脸书，我才知道这个消息。嗯、就是他们卫福部现在有呃针就是针对年轻人有提出一些方案，包含就是什么青那叫什么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这个是否那个买房子的。嗯 嗯、然后还有一个是提供多元生理用品计划，嗯、这个有点像是登月计划嘛？就是在一些呃各级学校或是呃一些有教育部教育部的一些那叫什么？哎、欸，那我讲一个很无聊的事情，你们觉得登月是真的还是假的？<laughs> 好、啊，多人。<coughs> 转换一下气氛，是不是？<laughs> 对。登月，你说阿姆斯壮那个登月吗？<laughs> 我觉得是真的，<laughs> 我也觉得是真的。好，然后登月计划是什么？<laughs> 反正就是各级学校跟那个教育部的所属场馆，oh, 對對對對还会提供女性的生理用品，就卫生棉或者是。就是为了消灭月经贫穷的问题啦。然后还有第三个是，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心理健康支持方案。他说从八月开始，就是现在已经开始了，十五到三十岁的年轻人，<laughs> 一年可以获得三次，然后一次一千六百元的心理咨商。 补助，欸這個欸、我们三十岁以上的都自己稳着点，們 <laughs> 你们财富自由的要自己想办法。<laughs> 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laughs> 嗯、就是代表是不管你有没有去申请，嗯、代表政府有在正视心,<快>心理、心理问、心理，因为心理智商。 真的是不便宜，我而且很多人不知道，嗯、很多人不知道找谁啊。嗯、然后你政府没有正面出来告诉大家没有这方案之外，大家也会不敢去看医生。我觉得这个表态其实很好，是大家都可以正视自己的心理健康。嗯，我看到有一些反对意见是说什么，嗯，干嘛要补助这个？那些年轻人去学校辅导室不就好了？辅导室？可是我想说，你们没有去过辅导室吗？<laughs> 我其实没有。其实辅导室的心理智商是非常难预约到的，因为他服务的就是。 人不够多啊，然后所以可是大整间学校对啊，然后大家都想要用那些服务的话，其实他没有办法像真正很专业的心理智商，就是这么了解你完全的个案这样子。可是最关键是政府希望大家勇于求，就是你有问题你要勇于的去求助了，因为因为目前有太多的年轻人是不敢去看医生或不敢提出求助，所以这个这个。 反而会让病情更恶化。他表态出这个政策，其实更关键是你就算没有申请这个服务，你可以多跟身边人讨论。那我们这一集我预计播出的时候的当天，会是你们记得卢凯彤吗？哦，oh, 记得，oh. 是卢凯彤逝世周年，他自杀的事。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借由这件事情，也想要鼓励大家可以正视一下自己的，不要觉得有这个想法奇怪，或者不要觉得你不开心很奇怪，就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统计好像台湾有每十个高中生就一个有自杀念头。嗯。 然后其实这个比例蛮高的，嗯、十个我觉得都还算太少。欸、不对，每四个就一个。然后对啊，我觉得这比较符合。是有有念头，然后我刚刚说的那个每十个就一个，是他有企图，代表他已经付诸行动。嗯，只是可能没有成功，嗯、对，真的这算蛮高的,的高、欸、嗯，我觉得大家可能要理解一件一个概念是。嗯 精神疾病其实就像，就是为什么大家可以体谅你得癌症，可以体谅你就是身体受伤或什么，嗯、可是你却不能体谅精神疾病。因其实就是一个慢性病。实对，其实精神疾病你就把它想象成是 <coughs> 是心理的癌症。嗯嗯，他就是也是他的脑部可能有一些嗯病病况，所以他需要他需要用药去控制他的，比如说血清素或等等。其实他也是一种慢性病、嗯。有心理性的跟生理性的，<對>有有有一些人是经历一些事情，或者他遭遇一些不。 可能丧偶啊，这些比较、嗯、呃突发性的很大的或者是很长或者是长期的压迫，<是>然后有一些是他天生他的脑部某些东西比较、嗯、会影响他比较，就是他性人格可能怎么了之类的<對>嗯。嗯 嗯，而且大家要想一件事，就是其实现在人类的整个身体的结构啊，或是呃，对于社社群的一些需求啊，都还是停留在有点原始的设定。但其实现在就是现在社会变迁很快，哦、你跟别人的那个互动越来越密集，<动>然后你现在又还有很多社群网站、哎，社群让大家很焦虑、啊。对，所以这个会更加造成现代社会大家对于就是情绪上会有一些大家会很痛苦。哎，我这边这里，然后、嗯、我我要来呼吁，我上期没有呼吁，哎<了>，上级没有呼吁就是社社群媒体网络 IG。 演书上面大家提供的生活都是我精挑细选，我今天想要给大家看的。是的是、啊、g 例如，例如我就是，<laughs> 例如我就是整理的干干净净的房间，我想给大家看，或是我今天剪的。你说你的吗？没有说假例如了，没有或者是他只只拍一个角落，或者是我就是今天吃了很多食物，我想给大家看。<laughs> 但但这不是这不是一个人生活的全部啦。然后包括那些网呃很漂亮的网红啊、网美啊，她的照片漂漂亮亮，她可能不管她有没有修，我觉得修图是自己的事，或 或者是他练的很好他，他的身材很漂亮，这可能背后没有看到是他呃辛苦生活的那一部分。对，<是>大家也不要看绝世网红，以为那就是真的。可是社,社群就大家会看到好的一面，<laughs> 会觉得啊，我怎么过得那么惨？我过得怎么、嗯、怎么过得那么不好？嗯，我觉得事实的远离社群，其实真的是对自己会比较。然后不要不要把社群上人当成当当做是他人生的全部了。你干嘛看着我讲？为真, <laughs> 真很多人以为我每天只吃麦当劳。<laughs> 好，远离社群。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欸。我這我这边想要分享，我,我想要分享一个，就是、啊、因为我我没我没有当兵。 我当病的时候被诊断就是有一些情绪问题，嗯、然后我就我我我好像没有病例，我就直接免疫。可是我跟朋友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大家都是说哦你装病哦，哈<蛤>，就大家百分之百分之九十人都是说你装病，还是因为你平常看起来很就是会这这些互这些互动，当下会让你觉得哦，那我我以后可能不会再跟这些人讲相关敏感的话题，因为可能会、哦、你可能会没有帮到忙，就是承受不必要的情绪压力，很可怕。我这边真的要，<laughs> 我真的连二胡。因为我当时也是。 准备想说我就去当兵好了，就是我、嗯、我都安排，就是我会去当兵，都体检什、嗯、<對>么的，殊不知就被退回来。哦、嗯，我家不要我。<laughs> 好，我们今天没有什么笑话可以讲。对、啊，一开始的時候、啊啊、差点哭出来哎。对啊，一开始原本还想说要有有点活力，啊、但是没想到,到。I can't 啊，议题还是有点沉重。可我觉得最近有一个还蛮好的现象是，以前以前我记得十年前网络社群上大家对忧郁症还是蛮多玩笑。 嗯、现在有好蛮，多，现在好蛮多。然后，尤其是新闻底下、嗯、那个，尤其是那个自杀新闻底下，很多人强调说。 要求九对，或者新闻的下面，或者是会或者说是一九九五嘛，有很多有张老师有生命线有自杀防治专线，的，或者是会给比较下面的留言会比较友善啊，就是会知道他一定是面面对了很大的问题才会选择这么做，呃，以前都会写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怎么这样对得起你的爸妈？哎，说到这个，我真的觉得我们录制们还算是蛮有水准的，就是每次当我们就说我们今天不跟哦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好好照顾自己什么。样。 休息，<laughs> <laughs> 不要压力太大，都觉得路痴这一点蛮可爱。啊、我们单纯时没有矛<對>没有不舒服。<laughs> <laughs> 有啦，<像>有认识，拜拜、欸、<laughs> <laughs> 啦，老师。好了，今天就先这样喽，谢谢大家，拜拜。<好> bye bye 喜欢重新录一段的，记得到 IG、YT 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重新录一段”，最终订阅，还有限量 Tag 我们哦。